谢谢拉布林000的飞机，谢谢谢谢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全军出击！上把泽拉斯，青钢影。我先打他个肚层，回头摸一下，等一好了我们再上去摸他啊。 TA 再摸，好，没有盾了，谢谢一江春水向东流，3秒钟 E， 好， E 上来 A 吃药， A 再 A 再 A 再 A，征服者，这猴触发征服者触发的是有点快呀、啊。没遇到，乌迪尔打野，乌迪尔，乌迪尔，2分40秒左右能到吧。藏眼，等一下螳螂啊，机会只会错过等待的人。没打，我到了。漂亮，没事啊，跟他打，他没有技能了。青钢影一共3个技能，放俩，先把他骸骨打了。这边螳螂看上不上吧，要上要上就赶紧上，闪现走，吃饼干。他不上我上吧。浪费了我30块钱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好像错过了一点。闪现和分离者有啥特点？分离者我不除了都，那虚区太低了。先一骸骨没遇到，能抠他一下先抠他一下啊，让他 A 我们，可以上了下波。他一没盾，二没骸骨，一 A 再 A。A 接 W，A 接双 Q， 接平 A 卡位置，让他交闪。没事，摸不到了。他的 E 比我们的 W 技能 CD 快一点，往后等一等，不要上，上去打不过。
这波不打了。塔下收兵了，打了他一个闪还行。哎，我估摸着这青钢影啊，我能勾引他一波。我先升个六，这小子看我只有两管血，我估计他可能要杀我。等他溢上来，就是他死的时候。看他溢不溢，我们控一手线啊，勾引他一波，假装打不过他。先把那骸骨溢出来，然后技能吃一手，抽一下，转起来。四药，再转无敌 ，A 扣一 A 耗点盐，再转，扣一下无敌，平 A 吃小药，无敌没技能，你个小王八，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，那泽拉斯，你让他来。我都让他来行不行，我都想让你来，我看你这波能不能打得死我啊。这家伙他闪现点烟全交，这你不再给我打点优势，小伙子。这样出不了，这样出。要不然我这没有捡西地，太脆了。我没说你可以走了。你能打死人吗？你也没有点烟。这样吧，上波泽拉斯把我们赶开了，我们中路请他喝杯茶。我先吃个塔皮，你是真菜呀兄弟，我都帮你把他闪现点烟都打出来了，你都能让他给杀了，螳螂给掏死了，那不用我了，你打个红的。哎呦啊，双 buff 小王八跑得有点快呀，有闪现挺烦人的，我双 buff 没了，哎呀，在草丛里边直接回城啊，吓唬他，我们直接回家，笑的。
他以为我还在草丛里边，其实我们回家了。不是乌迪尔能跑，关键他出个布甲还打人家没打动，布甲还打不动，跑的还快，这我看他能不能把这塔皮吃掉一个。差一点，吸血鬼是真让人不省心的呢，这吸血鬼。吃个药加移速啊，中路试试来一波。这他不吃个塔皮，这是有眼还是怎么回事？我硬追他这波。哎呀，好烦啊，跑得真慢呢、啊。怎么才能跑得快点呢？亏了、嗯、我想两段大追他跑，可惜不行。出个西地海吧，不去帮他们去了，我把这卡密人给他打穿，省得他老吃东西，一整就吃塔皮。我再死一层吧，差不多160。什么装备？真追啊！能打过吗？这不白送了吗？不交闪？我佛了！漂亮。哎，这泽拉斯干啥呢？我杀他来，他估计他有闪啊，直接往草丛里边进。他是个屁，你往里蹦，你直接给我往里蹦，你怕什么玩意儿？你给我杀他。2950。
来个什么孩呢？来个西地孩。西地孩跑得快。哎呀，应该出水银孩，一会儿换吧，就晚点换吧。三项要是被动，神话被动，攻速改成减息地，就老猛了。这位置有眼儿，没有眼儿的好了，谁放的眼儿？那么讨厌的，这 ADC 杀不了了，刚才这波。哎呦我操！没打出来那个平 A， 狂风之力。谢谢猴哥来个波波，我都忘了他出的这玩意儿了。哎呦，漂亮螳螂！20秒有大，去下路带吧，去下路带带线，你们打吧。哎呀，这打架了。无敌人有狂风之力啊，小心点。哎呀疼，峡谷打了吗？打掉了，没法上了，别打了，青钢影搁后边。哎，算了，我回家吧。我们这点血就只能让德拉斯破，知道吗？血太少了，给我扎死这德拉斯，漂亮！打个红的，谢谢远级的饭卡。打一个得了，咱俩能不能打一个人，我就想知道。我上翻身，一个人，螳螂来，等螳螂来。哎，我操，全是眼儿的。怎么全是眼儿啊？大龙啊，可以打。
我一路排了四五个眼儿，兄弟，这你不上当了吗？狂风无敌啊！我把那乌迪尔给你杀了啊！搁这儿呢吗？嗯，没有。我去打龙去！我不知道他们家的这个位置有没有视野。出蟹手吧，这猴也只能出蟹手了。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伤害不够，你说我杀七个，那 ADC 杀十个，咱俩的钱肯定不一样。他三件套，我两件套，我杀不了他也属于正常现象。我愿意杀十个。他也杀十个，我三件套，他三件套，那我杀他应该随便杀。烦死了，全是眼儿。过来来，我就把上路线带了。满地的眼儿，我走一路拍一路眼儿。这家伙这是怎么打的？先把这德拉斯杀了，这泰坦勾的挺准呢。我怎么回事？团战打的，这是怎么打的团战呢？我在干嘛？我在 EAD 呀、啊，我 E 不到他，实在没办法了，那就算了吧。得杀他们家 AD， 哎，我这螳螂漂亮，这螳螂三个人。这泰坦给我杀了，别让那 ADC 打不着我啊。螳螂可以啊，螳螂大姐的，我螳螂把红打了去，队友打个龙，我们打个红。嗯，没有红，我操！不是有眼儿，我寻思我用 W 技能正好挡一下这 ADC 的 W 技能，我们就死不了了。这个位置有点意思了，
潘森有闪现吗？他要出啥呀？他要出蟹手啊？远程英雄能出蟹手吗？哦，能出。无敌人几个人呢？上路带吧。这位置有没有眼儿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我靠！哎呀，我打个双 C 怎么打不过呢？哎，不能上，上去了我估计人没了，不能上这波。AD 十五级了，等级确实有点高。下路收波兵吧，他打我好疼哦，我这身上。现在卡莎这 AD 其实挺烦的，打又打不死。我一套技能都打不死他，他有大能跑。想想出点什么能把他给打死。出个大青雨行。不出那半右装，出个大情侣。巨蛇之牙，没出过那玩意儿呢，好用吗？我巨蛇之牙出完，不是我这青雨出完的吧？出完我出个这，没出过这玩意儿呢，我。自从他出来以后就没出过。那泰坦其实也挺烦人。我这波没 W。先把这无敌眼杀了。哎，这往里飞挺有意思的啊！这往里飞挺有意思的啊！减速，减速！我杀哲拉斯！哎呀，一波团战吃俩点烟，我操了！能一波吗？能不能一波？嗯，差
走，不行了，一波不领，没法一波。小龙吧，把龙魂拿了。这个卡密尔在干什么？回头反打呀！我们家这波阵型那么好，不回头反打？大龙，多少钱？大青鱼1950。这是抓我来了，打！那乌迪尔干哈来了？乌迪尔跟青钢影跑下路了，他们俩人就越上路了。那是干什么？螳螂要死别人。好啊，把乌迪尔杀了吧。小脑斧能一波不？剩俩 C。 我说实话打得挺累的，打得蛮累的。你看慢慢这么半天杀不了一个人，快点下一把，我不想再墨迹。赶紧下一把，受不了了。